当年的青州大火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亲眼看见这火就是魏北军放的。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，老杨，老杨，走，放一步。他们就是知道魏北军军纪严明，不杀百姓，才敢策动青州百姓围攻军。这一次，本王不会再仁慈。西燕需要公主和亲来换取延朝休战，明日和亲宴后，你便是延朝的燕妃。明日的和亲大宴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听闻三弟你看上了一个西燕美人，夺人所好的举动我可看不出来。那个女人要害我，大哥喜欢只管拿去，最好把他给杀了才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太子殿下，奴婢叫梅林。登宫欢迎。等等，三弟，你不是屠城真凶，我有证据。靖王。